大家好，我是中国新闻社记者吕安，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人民大会堂。今天上午我将参加今年两会首场代表通道的采访活动。代表通道采用现场方式，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主题，传递民生温度，彰显中国开放自信的形象。从2018年启用至今，成为全国两会备受瞩目的活动之一。今天有哪几位人大代表将亮相首场代表通道呢？跟着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代表通道的采访区，我们可以看到通道前放有立麦，等会儿代表们就会在这里接受中外记者的提问。在采访区域已是满满当当，大家架设好拍摄设备，做好采访前的准备，等待受访代表的出现。亮相通道的代表人选将从媒体推荐和代表团推荐中产生，并充分结合热点话题，接受采访的代表也将覆盖各个层面。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汽车，还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，加大品牌建设投入，打造极致的产品力。就在八天前，我们大气磅礴的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见证开放了。我们用2.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，展出了近4000件文物。我们用全新的理念和方法，系统地展现了3000多年前青铜文明的样貌。奇迹的产生是一瞬间，奇迹的背后却是千锤百炼。蓝天上充满未知，飞行安全不小事，每一次飞行都不可以再来一次。今天听了几位代表的发言，我感触很深。他们有中国光伏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，有文物传承与保护的实践者，有祖国天空的捍卫者和守护者。英雄机长刘传健代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，奇迹的产生是一瞬间，奇迹的背后是千锤百炼。手里握着的不仅仅是驾驶杆，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。这句话让我很受触动，对于自身技能的不断打磨锤炼，正是我被青年所追求的意志品质。同时我也感受到，在问答之间，记者与代表互动气氛浓厚，同时井然有序。每位回答问题的代表走上通道，都能坦然直面社会关切，同时发出权威声音。通过代表通道，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所关心的领域，所关注的话题。今年的两会，你所关注哪些内容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